迎收看凯西秒盖瑞。我们今天呢要去斯米兰一日游，那我们这一次呢是跟 Checking Andaman 这一间公司，我是跟他们的行程。然后我们呢这次呢要去斯米兰岛。那斯米兰呢它是马来话，那它其实就是九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九的意思，那就是代表它有九个岛。那我们今天呢会去四个地方。斯米兰的一二三号岛呢是没有办法上岛的，他们现在是海龟的保育区，所以是不能去的。斯米兰九个岛只有两个岛是可以上岛，就是八号的斯米兰岛，没错，就是斯米兰群岛的斯米兰岛跟四号的岛，这两个岛我们会上去就是沙滩上。但是其他岛的话呢，我们会去 snorkeling， 总共会去四个点，就是九号、八号跟七号、四号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就准备出发咯， Let's go。 一开始呢先来这个 check in 柜台， check in 之后呢你呢就可以去租装备，这边有装备室，那如果有想要买东西的话呢，旁边还有商店可以购买，然后呢就可以在这边拿这些早餐，享用这些美食，然后等待大家集合出发。在码头后面就是厕所，厕所非常非常的高级，很舒服啦，不能说高级。然后呢一开始上船前把你的拖鞋放在这，我们今天去搭这班，在船上都有那个可乐跟水可以喝。好，我们到达我们第一个岛了，Bangu Island. Bangu Island. Oh, we call it number 9 of Finland. It's Bangu, any meaning? Bangu, I think that it's like from some word in Malayu, like baru, it means new. New? Yes. Okay. 漂亮，水也是很清。Hi, let's go snorkeling. 这个岛是不能上沙滩的。我们现在到了斯米兰岛 （Similan Island）， 这个是斯米兰群岛的第八个岛，它离刚刚第一个我们 snorkeling 的那个地方很近，开船大概两分钟吧，非常非常近，就在旁边。我们现在要先去吃午餐，给大家看一下岛上的样子，都是人。然后呢，那颗呢就是斯米兰指标性的地标打卡点，我们等一下会去那边。斯米兰的沙就是。很像面粉，很舒服。然后基本上他们是不能穿拖鞋，外套是 OK 的。我刚刚有人跌倒，沙子直接喷到我的脸，我的身体全身现在都是沙。有没有在尊重后面的人？跌倒的时候请看一下后面有没有人好吗？还要先顾一下，然后再跌倒。好，我们现在在树下吃午餐，每一家的提供的不太一样。我们这个是法泡猪跟菜，然后它另外还有一盒。是意大利面，蛮贴心的，面跟饭都给你了，怕你不吃。我们现在吃完午餐了，我们要去看那个指标性的石头，然后呢它就在路口进来之后左转，就会看到这边有个 viewpoint， 旁边有一个 souvenir store。 这颗石头叫做 shell rock， 150公尺。在这些地方也依然是打赤脚，所以要小心走路，路线都非常清楚，不用担心。我们现在要经过这个石头，Finally！ 哇，太美了吧！爬到那个美景之后呢，它还可以再继续往上爬，爬到制高点，就是那个 Shell Rock 的所在地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再继续往上爬。然后因为天气非常的好，所以那个石头很烫，如果你有袜套的人建议穿着袜套。哇，给大家看看，这个很夸张耶。好，我们现在到了第
第7个岛。This is Bayou Island. Bayou Island, number seven. OK， 这也是一个不能向导的岛哦。好的，我们现在到了最后一个 snorkeling 的地方了。The name of this island is Mian。四号岛 Mian 也是可以向导的。颜色都是 no filter。准备离开这个四号岛了，也是今天斯米兰一日游的最后一个地方，我们要准备回去码头。那斯米兰岛这个行程，其实我觉得这个美景真的蛮值得来的，因为有时候你可能不像我们平常会玩水什么的，那它就是一个很合家欢乐，就算你不会游泳不会潜水，你也可以简单的浮潜，然后有好吃的食物跟很漂亮的美景。这个美景真的都是 no filter， 非常非常非常惊人，然后沙非常的白，然后又舒服。我觉得他们算是保育的很好，因为像 String Island National Park 或者是 Smilan Island National Park， 他们其实都照顾得非常好。我蛮推荐就是大家可以来这个一日游，虽然说对我们来讲行程真的很赶，然后有种走马看花的感觉，但是有时候旅行嘛，你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好好的就是跟当地人一样这样子生活着，所以就可以选择像这样子的 one day tour。 那我蛮推荐 checking Andaman 的，我真的觉得他们整体的 CP 值蛮高的，就是好的码头的环境，然后好的船，好的船员，然后食物也都还不错，推荐。大家早安，这是我们在 Cocotel 的泳池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其实蛮喜欢 Cocotel 的整个样子，它是比较走工业风设计的，很漂亮。早餐也是在一楼，蛮丰盛的。哦，东西真的蛮多的，沙拉，然后咖啡。我们要去潜水了，我们搭的竟然是这种嘟嘟车。我们刚刚经历了接驳之后，我们现在抵达我们的码头。相较于去 Surrey Island 的那个 Checking Element 的码头，这边真的简陋蛮多，就是一个棚子，然后也没有任何的餐食，就是只有桌子签到。所以呢 ，Checking Element 真的还不错，就是推荐大家可以参加他们的行程，如果他们有你合适的行程的话。那我们今天是要去 Scuba Diving， 然后我们要去。Richelieu Rocks， 因为我们在普吉岛，我们能待的时间不多，就我们没办法去做船宿，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有询问了身边的一些友人，不管是泰国当地的友人，或者是台湾的一些水费教练的建议，就是大家推荐的就是这个点，就是一定要来的这个点，所以我们今天就参加了一日的 one day trip 去这个点。那这个点呢，离这个码头大概有2个小时的船程，它其实真的有一点距离，比较北边。那我们参加这样的 scuba diving 的方式。的行程一次两潜是6500泰铢，小贵但是还行。那我们就拭目以待，看看水下到底是有多 amazing。这是我们今天要搭的船，它那些装备就是帮你准备好，然后你的装备就会在下面，然后每个人会拿到一个水壶，上面会有你的号码，船上面就。review 的水，就不要带太多的保特瓶。然后船上空间其实蛮狭小的，会晕船的人要记得先吃晕船药。啊，今天水超平的。
潜完刚刚那一潜了，太屌了，大概是我此生目前潜过最厉害的潜点，太狂，太多的鱼，而且都是大鱼，很多的品种我根本不知道它们是什么，但是很多小鱼大鱼，然后珊瑚也都超级美，海阔鱼也是随便看都看得到的那一种程度，非常精彩，然后还有很多的艳鱼。在水下拍的时候感觉画面不是很好看，但希望大家有生之年都可以自己亲自来吃。船上会准备午餐，在这种环境吃午餐太爽了吧。100分，觉得如何啊？Good. 这三此生潜过最棒的吗？最震撼的，目前最目前是吧？哇，连你都是哦，我还以为你可能有潜过更厉害的地方。觉得希望我们的西巴丹可以干掉这个潜点。